这支 Poco F5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使用的是高通7 Plus Gen 2的高通处理器。那它是死。那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一支手机是使用高通的7 Plus Gen 2。那这一支 Poco F5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使用的是高通的7 Plus Gen 2处理器。那它跟8 Gen 2其实效能没有差太多。那其实，那这一支 Poco F5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使用的是高通7 Plus Gen 2的高。那这支手机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使用高通的7 Plus Gen 2处理器，那它其实效能跟我们的8 Plus。那这支 Poco F5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使用的是，那这支手机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使用的是高通的7 Plus Gen 2处理器，那它跟我们的8 Gen 2其实效能没有差太远，那价钱差快要一倍，结果效能没有差多远，那这不是很棒的选择吗？